接下来给大家表演一个才艺，就是钻衣架啊。我们现在就是它到底会不会卡住呢？啊，咱们到底会不会卡住？觉得会卡住的扣个一，觉得不会卡住的扣二啊。然后咱们现在开始。啊，刚刚谁说不会卡住的？骗人。谁说他不会卡住？哎呀。舒服。